10月20日下午，沈梦辰在微博晒出一组和工作人员编导的合照，并称这位编导要他在发图之前帮忙精修一下他的刘海，因此沈梦辰就按照编导的要求认认真真地为他处理了刘海。只是这画风看上去很是清奇啊。沈梦辰微博中写道，我的编导让我在发图之前精修一下他的刘海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真的一根都没有，但是又不想让他伤心，我尽力了，不知道这个特效加的他还满意吗？照片中沈梦辰用双手按住编导的刘海，两人在镜头前都乐得合不拢嘴，而没有刘海的工作人员看上去更是莫名的戳中笑点。随后沈梦辰担心编导没有刘海会伤心，因此特意在他光秃秃的额前手动加了几根又黑又粗的刘海，画面简直太辣眼。沈梦辰越玩越开心，在他的鬼斧神工之下，编导也变得逗趣十足。网友看到沈梦辰晒出的照片后纷纷留言，这个精修真走心，是真爱了，你也真是的，自己美美的，别人这么丑，哈哈。编导满意，你修的我非常满意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发微博？我不要面子的，你的P图技术让我很佩服，可以说是很精致了。